各位想知道怎么一秒让游戏崩坏吗？就让我教你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罐罐耶， yeah! 欢迎来到我麦克风游戏生存第65集咯。那我们上一集就是一直在海里撒骨灰嘛，我把我自己的那个身上的骨头全部都撒掉了。那我要回家，好不容易钓了一大堆鱼，我都把它放在这边那个物资塔那边的那个骨头，还有钓鱼的骨头，我全部把它拿起来了。在这边的骨灰哦，哇，骨粉啊，骨粉，一直讲骨灰。超多的哦！我们家里你把它布置一下，我有没有？我这种杂草丛生的感觉啊，就是一种很欢乐的感觉。那外面的话呢，看起来是因为本来就蛮缤纷了，所以本来就看不太出来有没有太大的变化。不过我倒是蛮想把我们这一个大海沟这边了，把它完全都把它弄成一个，就是整个墙壁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全部都是种珊瑚的一个奇景啊！到时候我们再来做啊。那我刚刚在一开始说要怎么让一秒让游戏崩坏呢？是因为我碰巧啊，发现了这个事情。我家里这样还蛮乱的，这个海草比较高的就把它打掉。我发现啊，连这个熔炉上面都可以弄这个珊瑚哎。当然你直接按一下是进去熔炉嘛，你只要 shift 按着，它就可以。哎呦，我什么时候拿到这个？来来，你只要用 shift 按着，它就会直接给你长出珊瑚哦，在这个上面也是蛮漂亮的啦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样子也是可以使用这个熔炉哦？这个玻璃啊是没有办法的哦。你看这个介浮核，这个介浮核的上面是可以长出海草的哦，但是它侧面是没有办法长出珊瑚的哦。只要我们把它点下去哦，游戏会直接崩坏哦。来，看好哦，一、二、三啊，有没有？直接出城世界啊！游戏崩溃哦，出现无法预期的问题，游戏已经崩坏，很抱歉为你带来不便。带来不便是外国腔调啊。不过它这个崩坏的防御机制做得还不错，就是它在崩坏之前会先帮你在前几秒的时候先存个档哦，所以不会损失太多的进度哦。有没有？我们那个熔炉上面的那个珊瑚是回复到刚刚那个时候。可是我们刚刚打掉的这些海草的确没有再长回来。至于这个中介箱哦，它是不会崩坏的，就算我 shift 的先按住哦，有没有？它是没办法点下去的哦，这个箱子也没办法点。那我们直接设定介浮核的正上方咧，会不会崩坏？来哦，崩坏啊，崩坏啊，算了算了。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在介浮核上面像这样子种一个海草，就点它的旁边吧，几率性会在它的头顶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长出它的不是你长啊。这里海草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样就有海草了，这样就有海草了。那点这个箱子也可以吗？哦，不行不行，点这个箱子也是不行啊。那剩下的其他组合，各位再自己去试试看吧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什么呢？在 1.13 更新之中哦，我们一直有一个生物一直看到，可是却没有去跟它游玩了，当然就是我们的海龟先生。那海龟先生呢，我们之前好像是来到这个居住地之前有一个小岛嘛，那个小岛上面是有海龟的，我们去看他还在不在，希望是还在哦，这样子我才不用跑这么远了，晚上也没办法浇熄我男子汉想要探险的心情哦。前面那只蜘蛛走开，这个桥上只能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位，哦，有没有？前面就那个小岛，那个小岛就是那个小岛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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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希望这里有我们的海龟哦，如果有海龟的话，这里就是龟山岛了。哎，有嘞有嘞，龟山岛，哇，走开走开，不可以让他在这边引爆，那可是我们的海龟先生，走开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死掉了死掉了死掉了。 OK， 哇，这里还有一个洞窟哦，哇哦，谁准你这样偷射我的，终于可以哦，为了保护海龟身中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啊。好，那看到海龟呢要怎么把玩它呢？海龟你会吃鱼吗？吃鱼，欸，吃鱼哦，没有，是我自己要吃啊。那它会吃海草啊，打不出海草啊，还是这个会有海草？这个是应该也是海草的一种啊。来来来，这种怎么有长有短呢，啊，原来海草有长有短，都没有在注意。来哦，吃海带，海带就会吃了吧，给你吃海带，他不吃海带哦，应该拿到剪刀就可以了吧？剪刀把海草剪下来，不然海龟可以吃什么？他都不吃鱼了，海带也不吃，海草总该要吃了吧？海草就吃了吧，兄弟，看他会不会被我吸引啊？有了有了有了，吸引了，
吃了哦，爱心，你也一个爱心。哎，刚刚不是不止两只吗？你们两只会重逢吗？那重逢了，重逢了，重逢了！一年一度的送子鸟礼物，原来我是鸟啊！哇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一直挥手手啊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对啊啊啊！那你们的蛋呢？蛋呢？还是你们要有一个空间？来来，我来帮你们挖一个大空间出来。你看起来很兴奋，所以应该是你要下蛋吧？是不是？我那边还有一只海龟回来了嘞，一个啊，爱心爱心、啊，还有一只嘞。这边是有四只海龟的，诶，还有一只离家出走之后就没回来了，要夫妻失和啊！哎，还是你，再给你一个哦，你们两个，哇，跟别人也可以就对了哦，而且他跟人家 say hello 之后，他就扬长而去啊。那我的蛋呢？这里啊，兄弟，海草哦，海草，对对对，海草，来来来，去跟他去找他，就你们两只，命中注定爱上你啊！你们两个一定要在一起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喂喂，结果他们两个一直不重逢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那我们岸上这两只嘞，哎呦嘞，各位，海龟蛋一个，海龟蛋，真的下来下来一个海龟蛋嘞、欸，那可不可以再多来几个？来来，再给你吃，哎、欸，你不吃了，你不吃了，那、啊、你嘞、哦？你吃你吃你吃，是你下的蛋啊、哦，好棒哦！来来，我撒菇粉会比较快一点，啊、不会哦，那撒海草嘞？你也不会啊、哦，这个蛋哦哦哦哦，那又兴奋了，你又兴奋了哦，你们是怎样想生就生啊？哦，还有三个哎，这样是指三个的意思吗？那我们在乌龟的蛋孵出来之前，先下来玩一下好了。来，毕竟要等它出来也是要一段时间嘛，是不是？记得其他动物如果要生出来的话，其实也不会太久哦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海龟应该也不会太久，几分钟就好了吧？哦，一颗变两颗，两颗变三颗，投资交给乌龟就好了，越来越多哦。我们就在这边看一下能不能拍下那个小乌龟生出来的一瞬间。刚刚有一个声音哎，这个海龟蛋它突然啪啪一声哎，它是不是跟其他的长得不一样？这好像有点裂开，对不对？哦哦哦，又裂了，等它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已经看着荧幕15分钟了，我要确定一下我是不是蛋掉了，没有蛋掉啊。我刚刚去查了一下，他说海龟蛋孵化有三个阶段，这已经到第三个阶段了，但是他竟然还没有孵化，那其他的蛋也都没有任何动静，我才要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宕机了。因为他还跟我说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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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我知道不是，我说不是，好 ，OK OK OK， 冷静冷静。哦哦哦哦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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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熟了是不是？哦哦哦哦哦哦！大家都蠢蠢欲动了，终于可以看到到底要多久的时间才可以孵化了。哦哦，刚刚这一颗又裂一次，哎，第三阶段了，第三阶段了。会不会下面这一颗雷声大雨点小？等下上面的都比它早孵出来。哎，海龟，你又回来，你又回来了，快来帮我催生啊！我竟然像产婆嘞！现在已经过了25分钟了，25分钟的限时时间。我已经等了45分钟了啊，45分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，45分了还没有，这也太狂了吧！再忍耐啊！哦哦，不了不了不了，刚讲完就来了，哇！小海龟，哇哇哇哇哇！同时45分钟的时候，同时生出两只小海龟，各位观众，小海龟小海龟小海龟，哇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你也太小只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大喷发！那、啊、你爸妈嘞？喂，我不是你爸妈、啊，兄弟。45分钟，这个连裂痕都没有哎、欸。啊，这边这个，哇，好可爱。哇、哦，他直接下去游泳嘞、欸！海龟出生就会游泳吗？哇，刚刚那个画面有没有看到？来，我们 repeat 一次。
们今天我你在这里干嘛？哦，这个小海龟也喜欢吃海草，是不是？来，给你一点哦，会长大的哦，加速生长啊、哦，加速生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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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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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啊啊，那算了。那我自己这个视频所测出来的时间大概是45分，可以生出一只海龟哦。那我当然我们是45分直接生出5只嘛，同时一直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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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叭，哦，那个画面真的是超开心的。等了超级久的，那已经有2只已经跑去游泳了，那我们也不要理他了，我们就先把海龟蛋留在这边继续孵化吧。那不知道各位最久会遇到海龟蛋多久才孵化呢？我最快是45分钟哦，那是不是也有观众比我还快的呢？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内容差不多就可以到这边做一个结束咯。如果喜欢我今天影片内容，不要忘记在下方点个喜欢。那如果想要持续关注我最新发布的影片，那就订阅我吧。那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给你觉得会喜欢小海龟的朋友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！那各位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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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啵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可爱小海龟的身影哇！小海龟。